我们的粮役完全失联，现在只有西边，还有可能突围出去，还剩多少兵马？大约不到3万。只要王爷把儿郎们带回来，即便败了，我也绝不会落井下石，多说半句不中听的话。守城队伍突围！是。 王信冲！将军，青旅座冲出了主城向西。 大约又近1个时辰了，没关系，他越不过西面的黑山营，就只能朝向这里折返。你为什么不主动迎击呢？我们留些时间给这秦灵硕收整残部，岂不是更好？ 真的要放他们走？皇守军主力已被斩落，拿不拿秦灵硕这颗人头，对我大梁而言没什么区别。秦灵硕虽然惨败而归，可他毕竟还是大于的一品亲王，在朝中根基犹存，我可不想把他连根拔除，让他软硬的日子太好过。走，撤，撤。 父年过半百，自认也是开过眼界的，可是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白昼如夜，更没有见过
像你这样胆大妄为、藐视君威的下臣，看来荀大人是不打算再行宣旨了。现在这北境星云满地，血光把日头都遮住了，可见在你眼中既没有先帝，更没有陛下，这只宣与不宣又有什么区别？ 荀大人，明说吧，你想要怎么样？里头还没谈完。是，朝堂上的事我不懂，可宁官这一战明明是事出有因，我想将军这一次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麻烦吧？ 小侯爷，小侯爷，没关系的。只要京城有老王爷在，谁还能把平静怎么样？啊！大梁自有大梁的法律，一条一条招招在目。怀化将军所犯罪名，朝廷该怎么处置，就怎么处置。 并非我想要怎样？明白了，你想要我回京受审？长林二公子身份尊贵，老夫自然是无权所拿。那你是自己回京呢？ 还是代老夫回京再请谕旨？为陛下将来计，这件事情终究要有个了断，不用麻烦荀大人来回奔波。等我处理好军中之事，我自己回去。不是老夫不愿意相信将军的承诺，即便要等，也得给个大约的时日吧。 一个月。好，就等你一个月。对了，怀化将军，以我大梁军制，将军回京，总限400人，可带100人随行入城，300人驻扎城外。 杜大夫，是又有伤者进城了，那走吧。不是的，营中的军医还忙得过来，也没有危重的病人需要姑娘去处置，您不用过去。那你找我是？我刚听说，二公子可能有大麻烦。我知道姑娘担心二公子，可是京城来的首府大人还在，又是前线军营，姑娘此时过去，恐怕不太妥当。我不是要去他那边。 麻烦杜大夫帮我收一下行李，我要去趟狼牙山。老王爷，该吃药了。嗯。哎呀。 王爷，您怎么跑出来了？哎。
还有今日的军报吗？这朔日刚过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这消息总得要传报几日。老王爷，等您的病一好，这军报也就入京了。走吧，回去，咱趁热把药喝了。啊，是啊。 参见陛下，已是未时，臣特来护送陛下上朝。上朝？这不去了。上不上朝有意义吗？说来说去，还不都是同一件事吗？母后，哀家也知道皇儿辛苦，但既然身负天下之重，又怎么能不上朝呢？平津。 怀化将军他是什么人？朕很清楚。他既然如此行事，自然有他的理由。朕还没有回京辩解呢。内阁就送上来这么多弹劾的奏本，告诉他们这一点都不想看。萧平津抗旨不接，踩的是皇儿的颜面；丧妻兴兵，冒犯的更是先帝的在天之灵。此等罪行，人神共怒，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什么罪行啊？ 北境打的难道不是一场大胜仗吗？朕不明白，这么多份奏本，怎么没有一个为平津哥哥求情的？陛下所言甚是，京城到边关路途遥遥，说抗旨只是一面之词。难说其中，没有误会。在怀化将军回京自辩前，长林老王爷身为辅政重臣，尚未发一言，朝堂间却物议汹汹，如同已经定罪一般。臣总觉得。 有些不妥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抗旨逆君都不算有罪了，难道还要等他谋反不成？微臣的意思是，不论是非如何，臣是打算给怀化将军求情的。不知陛下为什么没有接到微臣的奏本？巡卿上奏了。 巡妃斩，你别忘了自己的宗族姓氏，你到底是皇上的臣属，还是他长陵王府的家奴？母后。
堂兄。太后已困于心魔，无法自拔。我相信终有一日，她会后悔。太后确实有些急躁，但就事论事，陛下虽然年少，可这圣旨毕竟是圣旨啊。若是这次就这样过去，怕的是将来群臣效仿，皇家的威严荡然无存。据安儿在娘娘身边得知，自上次北京传来异报后，许多朝臣惊骇激愤，也并不都是假的。可这一步究竟又是谁逼的？他们哪里知道，这一道旨意从始至终就不应该出境。妹妹，你告诉我，异报传到之后，太后究竟召见了哪些人？北境之事我已经知道了，姑娘匆匆赶来，有什么要问的？老阁主难断天下疑难，请问平津当前困局有何破解之法？天下之道贵在顺其自然，为人之道贵在无愧本心。琅琊阁旁观世间冷暖，不达朝堂之事。琅琊阁不达朝堂之事，这个规矩灵犀明白，但是对于老阁主而言，平津终究与他人不同啊。灵犀恳请老阁主帮平津解开这个困局。是啊，这孩子自然与他人不同，所以说无论发生何事，只要琅琊阁在，就是他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。老阁主真的下定决心不插手此事吗？你真的以为长林王府的事需要我插手吗？萧庭生并非寻常之人，生于忧患，师从高手，自幼聪慧，喜好读书，在朝堂上该如何收揽权柄，如何把控朝臣，你以为以他的能力是学不会还是做不到啊？志不在此，非不能也。多谢老阁主。老王爷养病的这些日子，京城已经人心大乱，太后频频召见外臣，内阁更是推波助澜。那些固执迂腐的人就不用提了，即便是真心想要替平津辩解一二的，面对着抗旨逆君的罪名，没有老王爷出头，他们也不敢说些什么。老王爷，现在这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总应该有所行动吧。飞臣啊，你想让我如何做呢？恕飞臣冒昧，飞臣觉得至少应该……太后在朝堂上召集了一批朝臣，本王再召集一批，从此形成两个阵营，相互争斗吗？
一旦我这么做了，等于是把一部分朝臣卷到了长林旗下，你知道，在朝为官，政见不同，想法不同，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你眼前有两个不同的阵营，你不得不从中选一个。武敬爷在世的时候，最恨的就是党争。一旦被卷入其中，无论你是贪图富贵，还是胸怀理想，最终都会被两个字束缚住，那就是立场。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就要去见先辈和我父皇了，难道在我临死之前还因为自己的儿子一手拉起一个长林党吗？老王爷，可眼下这样的局面并不是老王爷所为，提平津争取他人的支持又不是真的想要做什么呀。来，飞臣，坐。这两个阵营一旦对峙，怎么可能不裹挟他人？不管你深陷其中的初衷是什么，两方对立走到最后，这立场必会大于是非。在这个世上，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心无杂念，始终不随波逐流呢？多谢诸位前来相送，沙场并肩，便是血肉兄弟。无论将来这城楼上的旗号怎么变换，各位守土将士永远是我大梁北境的长城。将军保重。将军保重。这么些时日，老王爷想必已经在朝中联络好了一批朝臣，这个朝堂终究还是实力说了算。父王不会这么做的。老王爷不会帮你吗？凡是该我承担该我面对的，父王自会全力支持。但你说的那些事他不会做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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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起吧。世子妃既然来辞行，想必是都知道了。是。你心思单纯，就如同你的叔祖父一样，最值得信任，值得依靠。多谢老阁主。此去金陵，替我给平津带一句话：无论是对待自己，还是对待他人，
只要情义不灭，尽心就好。该放手时自当放手，切莫求全责备，生了执念。晚辈谨记。策儿，要乖乖听九先生的话，知道吗？亲亲娘亲吧。嗯，真可爱。九先生，那您就多担待了。来。世子妃不必客气，山间清寂，有个孩子在，添了多少乐趣。那娘亲走了。不许哭哦。嗯。走吧。不许哭哦。起来吧，起来。策儿还好吧？放心吧，把他交给令九了。真是难为你了。孩儿平静，参见父王。起来吧，孩子。是。宁观大捷，将200,000皇叔主力斩于马下，这是为父和你兄长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情。父兄以你为傲，若是先帝还在，也当以你为傲。父王，
父王知道你不但身体疲累，你这心里更累。起来吧，起来，好孩子。好孩子，先不要急着上朝，在家里多养几日啊。是。怎么样？首府大人也太心急了，我这才刚回来。小平京在北境给他自己安排了什么后路？长林各营有什么异动？没有。没有？小平京这一个月忙的都是宁关大捷后的北境军务，并没有针对京城做出任何安排。你确定？是不是他们对你起了疑心，刻意的隐瞒呢？无论大人信与不信，至少在这件事情上，咱们这位长林二公子倒真算得上是敢做敢当。说什么敢做敢当，他分明就是嚣张跋扈。就算长林世子在世，他也不敢在这样的罪名面前丝毫不露惶恐之色吧。他是不是真的以为只要有王府的庇护，咱们就奈何不得他？你倒是说话呀。萧平京此次进京只带了100清兵，王府建制也不过2000府兵而已，你还在这顾虑什么？难不成真的要等他在府里歇息几日，高兴了挑个黄道吉日上朝受审，陛下的颜面还要不要了？娘娘，您是知道的，这长林的二公子跟他的兄长是大不同的，不能一概而论呢。这个时候跟长林王府硬碰，可不像数数人头那么简单呐。不过呢，娘娘有一点说的是对的，就是如何给萧平京定罪。现在朝野上下都在观望，至少在气势上绝不能由着老王爷的来。兄长的意思是萧平京是戴罪之身，所以不能让他在王府里安居。去宣禁卫营的唐副统领和吴副统领觐见。看上去还挺混的。就是啊，传他们耽误什么事儿？大统领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唐大人和吴大人刚刚被传召进宫了。今天不是他们两个当值吧？太后娘娘派出内侍，指名传召的。稀客，稀客呀！孙统领先不必客气，我此来巡防营是有公事。内阁有令。奉太后娘娘懿旨及内阁军令，怀化将军萧平京回京戴罪，应另行拘押候审，还请向府内通报吧。你等着。
知大王爷病着吗？外面乱哄哄的，干什么呢？请世子妃见谅，末将等是奉了宫中与内阁的诏令。诏令是给我的吗？当然不是给世子妃的。既然不是给我的，那我一个字也不想听，你也不用再念了。世子妃无需接令，只烦请相府内通报一下就是。老王爷或者怀化将军都可以。老王爷卧病在床，怀化将军在榻前侍疾，这是身为人子应有的孝道，不容惊扰。长林府上下听令，是。谁也不许给我进去胡乱通报。是。世子妃既不肯听诏令，又不容人通报，未免有些太不讲理了吧？讲理？这金陵城什么时候变成讲理的地方了？论理，这诏令不是给我的，我一个字也不用听。这长林府上下，自打我进门起，我就有权管束。怎么，你个外人还有异议不成啊？世子妃实在是欺人太甚，如果再胡搅蛮缠，休怪末将不客气。你要真有什么不客气，冲着我一个人来就行。我今天还把话放着，这长林府有一个人出手相帮，就算我欺负你。你就看着，我是蒙氏门下出身，实在拉不下来这个脸。再说你这官职不比我高半级吗？孙东陵，孙东陵，哎，在呢。说好了，我们巡防营只是协助，协助。家罗裙银枪盘白首如霜，灼灼堂笛亘古自在华章，宇宙疯狂何方。林泉月明看层乱叠长，寒娇君孤掌引千骑卷平冈，烈酒当饮尽伤。男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万长江，论后期何曾愿悲凉，清贫是奸相，两公苍也无伤，叹天道何时不忧忙，青丝雨品雪狼，谁也都说心忙，患难而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万长江，论豪气何曾愿悲凉，清贫是奸相，天下。